主料，鸡蛋5个，低筋面粉85克，牛奶40克，白糖60克，辅料，油40克，白砂糖30克，杏仁片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蛋清蛋黄分离，蛋清打发醋泡，分三次加入白糖打发硬性发泡，蛋黄加入白糖，然后加入油，加入牛奶搅拌均匀，杀入低筋粉，拌成糊，加入三分之一蛋清，翻拌成糊，倒入蛋清中，全部拌匀，倒入杯子中，准备杏仁片，撒在蛋糕糊上，蘸出大气泡，烤箱预热140度烤35分钟，烤好取出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纸杯最好七分满就可以了，多了就溢出来了。火我调的低，根据自家烤箱温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